里晚上好美啊。好多星星啊。怎么了？对了，送你个礼物。什么呀？看看。这个你怎么带来了？怎么还留着呀？仔细看一下。仔细看，莫非老板娘？我可不要当老板娘，我是要当老板的人。说你这小家伙野心还挺高的啊！我是老板，你是我老婆，你是不是老板娘？你是老板，谁说你是老板的？有证据吗？拿出来看看。看一下。我要仔细看。唐明轩。莫非老公？哎，我说我结婚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孩子气的一面？你没发现的事儿多了，你可以慢慢的开发我。嗯。我是你的宝藏老公啊。你刚才不是不懂什么是心路吗？就是这里，这里是导航去不了的地方，只有你知道怎么走。作为你的老婆呢，现在准备亲你喽。不要。来亲我呀！不。